第二十五章，离开警局。燕陵娇这一声令下，使得整个警局的气氛微妙到了极点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那些警员都不知道该听谁的，一个是权力大于燕陵娇的副局长，一个是接到某个神秘首长电话的燕陵娇。这让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放肆，燕队长，你这是在跟谁说话？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副局长放在眼里？周国栋直接气急了。 燕陵娇一个小小的警队队长，竟然敢这么和他说话，简直反了天呐！燕陵娇冷漠说道：“抱歉，周副局长，这是省厅领导直接下达的命令。至于具体情况，我想一会儿赵局长会亲自过来跟你解释。现在所有警员听令，逮捕冯涛。冯涛就是冯爷。”听到燕陵娇这样有底气的话，那些原本想拿下叶寒的警员也都纷纷走向了冯爷。 见到这里，周国栋肺都气炸了。我看谁敢动，都不想干了，是吗？一个莫须有的电话就可以让你们胡乱听信？燕灵娇，从今天起，我要解除你队长的职务。解除燕队长的职务？他娘的，你算哪根葱？周副局长，凭你只怕还没有这个权利吧？就在这时，警局的大门外面走来了两男一女，其中一个男的自然是林伯默。 让叶寒意外的是，周远这女人竟然也来了。至于另外一个显得胖胖的青年，叶寒不认识。不过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。见到这三人进来，警局里面所有人都行注目礼。不过基本上所有人也都认识他们。林伯墨是山海市林家的长子，背景深厚。周远是山海市最大珠宝行业的创建者，背后更是有数不清的关系网。至于那显得有些胖胖的青年，乃是山海市市长的公子。 这三个人任何一个出现在南郊分局都会引起重视。眼下这三人同时出现，顿时惊到了南郊分局的人。周国栋同样是北京了，他的脸色立即变得阴晴不定，心中有不好的预感。今天这事儿只怕闹大了。至于冯爷，他看到这么多大人物出现，心中同样是预感不好。周远他知道，上次就是他派人去绑架周远和叶寒的。如果是周远一个人出现，他还不怕什么。 但是林伯墨和山海市市长公子也同样出现，可不是他能够得罪得起的。该死的，白洛飞不是说这小子没什么背景吗？冯爷心中暗骂了一声。呵呵，原来是唐少爷。周国栋看了一眼唐海滨，随后又看着林伯墨和周远林少爷和周小姐也来了，不知三位来到南郊分局可是有什么事情？唐海滨拍了拍自己那浑圆的肚皮，说道。 也没啥大事，就是听说有人在欺负我兄弟的兄弟，所以老子过来瞧瞧，看看是哪一个老王八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在唐海滨说话间，林伯墨和周远已经走向了叶寒。至于听到唐海滨这话的周国栋和冯野，脸都绿了。这老王八指的是谁？他们自然清楚。周国栋笑着说道：“唐少哪里的话，如果是法律上的事情，我们南郊分局自然会依法处理。” 是吗？依法处理。见到叶寒没事，林伯默也松了口。他看着周国栋说道：“周副局长，不知你所说的依法处理究竟是怎么处理？据我所知，你身边那位冯爷从事多种非法经营，放着他不抓，却来抓我这位无辜的兄弟，难道是看我兄弟年幼好欺负吗？”听到这话，周国栋脸色一僵，道：“林少爷，你说话可要讲究证据。” 故意诽谤他人可是要负责的。至于你的兄弟是不是无辜，我们南郊分局一定会查清楚。你要证据？林伯墨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我林家可以给你证据，不过就希望周副局长的屁股干净一点，别到时候把自己给牵扯了进去。”闻言，脸色僵硬的周国栋忽然沉默了下来。他自己的底子有多干净，他自己清楚。如果真的被抖露出来，别说他这身警服不能再穿了。 还得去坐牢。此刻他真有些恨透了冯爷这王八蛋。为了帮冯爷，让他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，而且还得得罪了三个他都不敢轻易得罪的人。周国栋肠子都悔青了。早知道叶寒的身后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他情愿屁都不放一个，躲在家里。周围的警员见到一向强势的副局长这会儿都怂了，心中均是十分吃惊。不过想到林伯墨三人的来历，他们心中也释然了几分。 但是叶寒这个默默无名之辈，竟然能情动这三位大神，还是让他们挺震撼的。这时，一辆红旗轿车驶进了南郊分局，从车上走下来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，他就是南郊分局的局长赵爱国。见到他进来，很多人都叫了声“局长”。不过赵局长现在的脸是黑着的，直接走到周国栋的身前，说道：“周副局长，没想到你也在啊，正好我暂代省厅传达一条指令。” 鉴于你职务上有诸多疏漏，省纪委那边会派人下来调查。这几天你暂时在家反省，等省纪委那边查清楚了再决定恢复你的职务。对于这一指令，不知道周副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一听这话，周国栋的脸顿时就铁青了，在心中将冯爷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光了。但是面对省厅传达下来的指令，他还不敢有异议，老实一点，说不定还有转机，只能默默无语。 见到周国栋没有说话，赵爱国说道：“那好，燕队长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一切依法处理，绝不能姑息，知道吗？”“是，局长。”燕灵娇标准的敬礼回应。见到这里的事情完了，唐海滨嘻嘻哈哈的走到赵爱国身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老赵啊，还是你够意思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先把人领走了。”赵爱国苦笑了一声，说道。 有你们三位做担保，自然可以。不过如果案件后续有需要，还得麻烦你们这位朋友。这是当然，你老赵够意思，我也绝不拖沓。随后，叶寒跟着林伯默三人朝着警局外面走去。不过和燕灵娇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双方都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后者的眼中还残留着很强的怒意。叶寒也没有去管他，他们两人以后说不定就没啥交集了。看着叶寒离去。 燕灵娇虽然很怒，不过他心中更多是好奇。叶寒以前的档案上明显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但拥有了过人的身手，身后还有这么大的能量？这一切都让燕灵娇对叶寒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他感觉到叶寒的身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